还有这个红人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有2000人哦，要甲你填福寿，哦，对不对哦？啊，你即马还要算牌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弄算数，弄算数，是吧？哦，你算过，哦，哎，你算过，你对吧？ 哎，我这，两千啦。哎，不要白说。啊，阿姐，我跟你肯定。弟弟不是的，啊，弟弟头脑拢不是，拢不是。阿哥好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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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三省来讲是一个真重要一个节日，因为那照咱的人口比例来讲，三省乡是真正进入老人的这个社会的一个乡里，比如讲咱的人口拢总有21,402个人，在这个当中的时阵，70岁到79岁就1,600几个人，吼，80岁到89岁。内底就1,143人，也90岁到99都210人，哦，100岁以上有8人，哦，所以讲这代表着三省乡是一个长退休的故乡啦，哦，但是嘛是一个正式一个老人化社会的来临，吼，所以咱公所就会当对许多人一个关心甲尊重。所以这段期间，咱办了真济活动，吼，而且咱特别甲今年这个敬老的这个金，哦，敬老金来提悬，亲像较早拢300，所以今年呐80到89，咱就提升到1,000，哦，90到99提升到2,000，吼，100岁以上，咱就6,600，啊个提低卡面线，来甲这个阿祖来祝寿啦，吼。